怎么办啊？那不是更坏了你们的事儿了吗？你爱你的学生吗？你爱你的母亲。害怕。你说心理障碍，谁没有心理障碍？高考你紧张吗？其实那也是一种心理障碍。如果说心理障碍不可克服的话，你当年不可能走进高考的考场，更不可能第一次登上讲台。你不会在高兵强暴你之后的这些年里，用这么大的勇气来面对生活，更不会连续三年被。不生气。等我回来。好吧。你爱我吗？爱。我也是。晚上见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开车把你送到繁华地带，你自己下车回家。不要怕，你周围全是我们的人。记住，一定从家里去现场。好，你如果向你丈夫隐瞒了真相，你可以在他回家之前出门，把时间都消耗在路上。反对。不要熄火。是，车停在现场后面，不要熄火。王队长，我现在下车了。好，往预定地点走，不要紧张，周围全是我们的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停停停！小组注意，没有指挥组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。一组，你那里情况怎么样？你那里情况怎么样？目标还没有出现。4组，目标马上进入3号区域。明白，通知2组做好准备。明白。安静，人呢？木哥，他们是不是都集体吃饭呢？不会吧？有可能。你闭嘴！佳木，冯队找你，有任务。啊，走。报告冯队，目标已进入现场。知道了。各组注意，防止突发事件发生，把人给我盯住了。
听得到吗？哦，能，能听到。你们在哪儿啊？抬头小声回答，不要往两边看。冯队长，我紧张，我想上厕所。不行，你附近没有厕所。试着深呼吸，不要紧张，你可以来回走动。好吧。现场有什么异常情况，马上向队里报告。一组命令。